小鱼已经在那边。我你看这个方面。没办法要求他。没办法预测没，人就要下来，人买去顶管啊。鱼，小鱼。啊，无怪伊那活泼。嗯。宝玉你遐啦，无怪伊啊。对。无怪伊那活泼吼。嗯。那有可能哦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要试试看，那变过就是导演这些啊。定即马要看食饱哩，拍相的几率比较小。嗯。哇，有一只跑掉了。这里。你看到吗？对呀。他们在他们的洞里面。很小只哎。在这里看。两个又不睡觉了，不睡午觉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当然他有没有看完我不知道。
嗯。啊，是榛果吗？哎，也不是。那你等下出来说明，你知道在吃什么？发出来了。哦，他觉得热了是吗？嗯，红红的。他要是长人家头，要不就踩人家。没人啊，只有那个他是记者啊。早上比较。